一周漏网镜头，比基尼女模小腹呐喊，白灵圣诞扮鸡冠人妖。本周漏网先来看，哎，这些奶妹在干嘛？原来是女星女模们预录中式除夕特别节目抗寒打水仗来着。小优太大意，重心不稳了一下。郭慧妮则不介意告诉大家，她随身携带了 new bra。小吴宗宪、林志贤领她摆些匪夷所思的姿势，她也很配合，拉起来哎翻背面。慧妮，你弯腰弯的也太自然了吧你。最惊人是镜头前过去这名叫不出名字的女孩，看似瘦瘦的她，嘿咻被两男举起，脸还蛮正的，但下面却歪掉了。她的肚皮隆起一大坨 V 字形板块，微博官方认证都会打这种肉色的勾勾眼。要是啊，你把画家孟克的呐喊整张画哎压扁了，就可以让他肚子说说话了哟。Oh no， 不好了，又有人撞衫了。出家琴穿着迷你裙，金光闪闪，锐气千条。今年10月金钟奖，袁咏琳就穿过了，但颜色是不是不太一样啊？他不但包金包银，还跟包枕一样有黑底。今年9月，澳洲女星派平蒙哥玛丽就穿了，这什么衣服？该不会像彩色笔一样出了24色吧？既然镜头带到了美国，就来看比弗利山发生什么异闻。人妖出没，注意！哎，但以人妖来说，这做工算不错了。哦 ，sorry， 看走眼，你是白灵啊？在哪里？白灵竟在大马路旁跟狗仔队玩起爱神调情小游戏。至于他究竟为何插了几撮鸟毛机关在头上，唯一可能解释是他为耶诞节购物，要当个红顶艺人沾沾喜气吧。苹果娱乐新闻，白灵的时尚走最前面报道。